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四平大胖。今天媳妇儿没搁家，又是放飞自我的一天。这本来吧是在车里冻着来着，然后让我拿屋来了，准备一会儿把这些饺子煮上，再搞四个小菜儿，然后喝点儿，开整，放入尖辣椒。这边开锅下饺子，哎呀妈！放入蒜蓉辣酱，辣酱炒鸡蛋，下酒一绝。黄豆芽，十三香，酱缸咸菜。咸黄瓜，哎，饺子熟了，出锅。媳妇儿的爱心水饺啊，啊，起锅。妥了，出锅。酱缸咸菜炒黄豆芽，切点酱牛肉，吃饺子配点酱牛肉。哎呀，挺精致啊。再来两根哈尔滨红肠，来一根就够了。哎呦我去，多少日子没吃红肠了？哎呦我去，按理说这红肠应该掰着吃啊，行啊，咋吃不是吃呢？干嘛？嗯，好吃。我一个人的晚餐，媳妇儿给包的酸菜馅儿大饺子，黄豆芽炒酱缸小咸菜，酱牛肉，鸡蛋炒辣椒，哈尔滨红肠。今天喝点啤加白，开整。哎呀，来吧，开整吧，饿了。先喝点小啤的，来整一口。哎呀，哎呀，来口酱牛肉，吃饺子四个小菜，足够了。饿一天了也够了。哎呀，饺子别看是冻的，一点都不差。来口鸡蛋。这鸡蛋辣酱炒的味儿不错呀。炒真好。哎呀，来口豆。小肉丁。东北人就离不开这酱缸咸菜，比酱油腌的可好吃多了，还是酱缸里的味儿浓郁啊，有大酱味儿。
小辣椒，厚皮的，哎呀，还挺辣，这饺子正合适，够咸。哎呀，老长时间没吃着哈尔滨红肠了，我看能看着瘦肉块，上次吃的红肠好像还是春天。去年没少吃，这红肠不得不说呀，还得是哈尔滨的，哎，真好啊。媳妇儿没搁家，喝点好的。媳妇儿搁家的话，不让喝，得省着喝。哎呀，来吧 ，Nolly Wise， 少倒点，少倒点。媳妇儿没搁家，才需要控制呢，知道不？媳妇要搁家吧，就敞开怀干。媳妇不搁家，控制点儿，是不是？没毛病。哎呀，人的欲望需要控制，尤其啊，像我这个40多岁了，人到中年的。家里顶梁柱的独生子女啊。不控制吧，不行。因为啥呢？4个老人呢，等着养老呢。哎呀，还有一个孩子呢，还没出手呢。昨天你大学毕业了，是不是？咱这得把孩子，首先先整到大学毕业，然后呢？还得帮娶媳妇呢。责任重大。再应该有些欲望你控制不住，把媳妇混没了他也不行啊，是不是？所以男人这个时候勒紧裤腰带，管住裤腰带，这裤腰带呀很重要啊。但是这裤腰带就自己把握啊，别人可给你把握不了。哎，我这人行，自控力比较强。可能是因为我小前吧，父母管的不狠，80后，说白了就是那种自由生长啊，
啊，不对，应该叫成长，自由成长，嗯，有关系，什么都得自己，需要自己控制，所以现在控制的就很好，对不对？小酒也不多喝，一天两顿饭，主食不吃，今天情况特殊，这饺子算主食吗？饺子应该算菜，因为这里全是菜。哎，小辣椒挺辣的。我爱吃点辣的，但还不敢吃麻辣。来，朋友们，感谢大伙支持，明天见，拜拜了。